有好点吗？好像好点了呢，你看看，现在是300K 每秒了。刚刚一直在跳红的。好无语啊！这个酒店，我还在窗边呢。我看外边还挺繁华的呢。你看外边，我还觉得挺繁华的，怎么这么卡呀？谢谢华星的飞机啊！大家应该都不在，大家应该都不在，大家可以帮我把，可以帮我把二星的人头上一下吗？我今天还没吃饭呢。先吃一点点，谢谢华星的飞机，谢谢华星的飞机。没有，但我住的这个地方很偏，是杭州的那个是杭州的那个郊区了，住在余杭区。谢谢 ADD 续费的钻粉，谢谢 ADD 的钻粉。哦，我6点多的时候吃了今天的第一顿饭吧，但是。也没怎么吃，上人头，你专业的，谢谢 Cycle 的飞机，谢谢 Cycle 的飞机，谢谢 Cycle 的飞机，谢谢 ADD 的钻粉，谢谢大家，晚上好。晚上好，梦中吃。晚上好，大家。今天只要5张办卡就能上日榜路。谢谢华星的飞机。哇，这是什么呀？谢谢吃吃的热舞派对。谢谢吃吃的热舞派对。我今天好早就起来了。我今天戴了假发，所以我现在头发很奇怪。我现在头发就是乱七八糟的，明天还要早起，明天起的比今天还要更早，明天9点多起了，我今天好歹是10点钟起的呀，我今天10点钟醒的吧，哎，差不多，头发怎么感觉变褐色了？我头发本来就染的是黑茶色，我就不是染的黑色。黑茶色它洗一洗就是会掉，因为我下面是漂过的，漂过的头发你染头发它本来掉色就会比较快。谢谢我吃吃的热舞派对，谢谢吃吃的热舞派对，谢谢 ADD 的钻粉，哇，谢谢吃吃的激光火箭，呜！上天喽，上天喽！我眼睛是给人揍了吗？是的，是的，我眼睛给人揍了，我眼睛给人揍了，怎么的吧？咋了嘛？咋了嘛？咋了嘛？人头已经满了，这就是吃吃前两天在家里我直播的时候。那个的那个是吧？抽的那个，他满出的火箭，谢谢我吃饱满出的火箭，谢谢 Prodigal 的办卡，谢谢 Prodigal 的办卡，谢谢 Prodigal。谢谢巴豆同学看到的钻粉，哇，这个表情，巴豆这个表情也太可爱了吧！好看，但不如2个火箭。别说了，吃吃要哭了，太要难受了。啊，今天杭州还挺冷的，今天刮大风。谢谢巴豆同学，谢谢。啊
巴豆怎么了？巴豆今天一天了，没人管他。坏了，这下家里面应该全部都是屎了！坏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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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坏了！我孩子不能习惯自己做饭，不忍，你在吗？恩人怎么办？恩人。坏了呀！我肯定不是担心饿死呀，我肯定是担心那个呀！坏了！我拜托你件事，这真的对我很重要，因为我昨天出差了，我昨天晚上找人去遛了巴豆，但是我今天中午就忘了，我感觉巴豆可能在家里面又撒又尿，而且他还饿得很，你能不能帮我去看看他，遛遛他呀？真的对我很重要，no 可以吗？拜托了，谢谢紫金花的夏天的办卡啊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谢谢 Sweet Cycle 的2个月钻粉，还有我黑屏没播的时候送的飞机，谢谢 Cycle，谢谢我们 Cycle 的钻粉，谢谢 Cycle，怎么办？你在吗？这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。还有谁呀？在家在组牌走不开。雨桐，你在家吗？就是我昨天出差了，然后昨天晚上我找人去遛了巴豆，但是今天中午我就忘了。我感觉巴豆在家里面已经屎漫金山，或者说他已经憋不住，或者饿死了。恩人，你可以做我今天晚上的恩人，你帮我去遛一下他吗？我也不知道你在不在家。书包不会的，书包不会的。天呐！怎么办啊？天呐！你就不能找宠物店吗？每次都麻烦别人。我找个宠物店，但是我这就出来。1天2天呀，我找2969，但我觉得他们现在应该都在直播。我不是不找宠物店，是因为我出来时间不长，那宠物店接过去睡1天睡2天，然后又送过来。有事找玲玲阿姨，不行，玲玲阿姨也很忙。怎么办呀？我操！都跟我说得晚点，但确实因为我没有跟别人说，我现在找别人，你也知道别人忙。对啊，我知道别人忙，我又没有要求别人立马就要去给我做事情，我都是问大家有没有空，可不可以，好吗？你这道德绑架我什么呢？大家不行就是会跟我说不行，大家可以就是会跟我说可以。你在这什么？我是找你了吗？请问我找你了吗？我是找你了吗？我麻烦你了吗？而且我问我朋友有没有空，我朋友跟我说没空。我有一直说，哎呀，拜托你了，就你们，我都直接跟他说，我说好吧，我说我再问问别人，
不是我，我知道我多问问，但是我只是现在在怼这个弹幕啊，我觉得他有毛病啊，不知道这个弹幕可能急眼了，我不知道这个弹幕在急什么。我懂了，他是八斗独唯，我是八斗同学，怎么没有出来发弹幕啊？我是八斗同学，怎么没出来发弹幕呀？我就是看了你，我才想起来我的，我就是看了你，我才想起来我的八斗的，再发了，我是八斗同学给我开钻粉，我突然想起来我的斗了，我的斗，我的斗，笑死我了。我的斗，我的斗，我的斗，我是八斗同学全责，就是他怎么不早点那个？他要是但凡早点那个，我们也不至于这样了。我没冻着呀，这个可能是今天打的腮红打的比较红，因为今天 cos 了嘛，cos 就会那个。就会打得重一点。他今天他本来还给我换了这下面那个呢，但我不太习惯哦。这大脸盘子吓着你了，这就吓到你啦。那你也太容易被吓了吧？阿杰路，阿杰路，你怎么不早点那个他？那么怎么早点？这眼妆像鬼耶？没有，因为这个是 cos 的妆嘛，cos 的妆它一般就会比较，它就会一般比较浓，然后会比较那个一点。会比较大家不习惯耶，因为它不是很日常，这个妆它不属于日常妆。美猴王同款，哎，其实我很不习惯他这里给我画那个这个东西，因为他在这样给我画一个，我会觉得有点像要唱戏的那个感觉。我不是说唱戏不好啊，只是我不太习惯，你懂吧？阿杰路，阿杰，阿杰路，阿杰，怎么不习惯？你在说什么呢？为什么 iPhone 拍的照片老是给我自动给我加什么锐化之类的这种玩意儿啊？就是突然间就，很奇怪。这张照片还挺好看，这张也蛮好看的，后面拍的好像都不太好看。阿杰路，阿杰，阿杰路，阿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iPhone 拍出你满脸痘痘啊！我觉得你没有痘痘呀，不过你戴了口罩，我也不知道你到底怎么样。有没有胆量把口罩拿下来呀？阿杰路，阿杰，阿杰路，阿杰。
我这个刘海，纯狗啃刘海。谢谢灰灰的飞机，我们过二星了。现在什么日本很流行这个发型啊？没有吧？干嘛？这个刘海真的很像狗屎。报什么？报我的名字没用啊，那可能你需要要先加一下那个人的微信吧，我也不知道。
叫我干嘛？等一下，没有，就看了一些东西，嗯，在思考问题，太近了是吧？那让你们离远一点，这远了吧？不是，主要是这个发型，这个真的很像狗啃了。真的，因为戴了假发嘛，这个头发全部都翻上去的。什么？你家芭比娃娃就是这个发型，狗啃刘海就是这样子的呀。这是谁呀？为什么他填的我的手机号？改签成功。这人是谁啊？为什么会发到我的手机上面啊？也不是我的摄像的手机号啊。我问一下摄像。填错数字了是吧？曲阜在哪里呀？曲阜在哪里呀？什么？这眼睛怎么感觉像哭过？是的，这眼睛确实哭过，都哭肿了，没发现吗？啊，刚刚在浴缸紫砂了，哭肿了，那就应该是填错了。山东济宁啊，哦，那就应该是填错了吧？干嘛扣问号啊？营销号不就很喜欢听这种东西吗？那就说给他听，让他去乱写呗。可不敢瞎说，那他妈不就是你们说的吗？眼睛肿了，哭过，那我就肿了，就哭过，行了吧？看广子复活，然后对，我刚刚去跟牛头马面打了一架，他们说不收我，说我后面还有的是福气呢，他们就把我踢回来了。
你看起来像是哭过，我说对，我就是哭过。我说我不仅哭过，我刚还在浴缸里面自杀了。我说，但是我下阴间之后，牛头马院看了我跟他们打了一架。我说我要下去，他们说不行，你的好日子还在后面的，你的福气还在后头呢，你不许过来，你快给老子回去。他一脚就把我踹上来了，我又活过来了，我复活赛打赢喽。咋了吧？然后就卡住了，他把我踢回来了。他说："你赶紧回去给大家直播了。我不仅改生死簿，我还把我的命簿都改了。我跟你说，我把我命簿都改了，可惜了，只能改自己的命簿，不然的话，我把别人的命簿也一起改了。"我让所有人都幸福美满一辈子，我把直播间所有人的命簿都改一下，想改谁的？我想把你们的命簿都改一改，把你们的这些发生的不顺心的事情、糟心事儿全部都给你们取消，全部都给你们跨过去。喝多了哈，你非要说我喝酒了，我才下班，我喝锤子酒。你要说我喝酒了，那我行，你说我喝酒了，那我就喝酒了。我喝了四瓶白酒，谢谢杰 love 的办卡，我喝了四瓶白酒，行了不？那真是太酷啦！哎，说实话，我觉得太酷了，挺酷的呀，就真挺好的呀，挺酷的呀。怎么啦？怎么了？大家觉得有什么不 OK 的地方吧？挺酷的呀。你这个封面选的不好呀，这封面看的就跟阴间一样，去改一下。可能真的是，可能是那个黑白的太阴间，可是我刚刚下去跟牛头马面碰面的时候，就是钻到阴间去了一阵子。干嘛老是截图？我把眼睛瞪这么大的呀，我想上厕所了。关键就是家里都没锁门，我怕他又弄到我的那个衣帽间里面。怎么办呀？太惨了，太惨了。太惨了，太惨了。要弄现在也弄完了，确实他应该已经弄完了啊！怎么办？哦，对哦，
谢谢节奏风暴。如果你们也可以像我一样在衣帽间便便，啊，不可以啊！我不知道有没有锁那个门。黄了，黄了。你已经拉在里面了，不行，稳住，巴斗，稳住，稳住。门没锁，进来尿，哎，不可以。确实，你们一说我就觉得这妆化的确实有点二次元的，这妆有点二次元。我上个厕所，兄弟们，哎，晚点播，去上个厕所，吃个饭，晚点播，拜拜，还没吃过饭呢。哦，上个厕所，拜拜，等会儿再说，拜拜。厕所呢？在哪儿啊？有点不认识这里的厕所。